三亚，如一颗明珠，镶嵌在中国的南海之滨。这片被誉为东方夏威夷的热带天堂，拥有绵延的沙滩和碧海蓝天。踏足三亚，仿佛置身于梦幻的热带仙境，心灵将在海浪的拥抱中沉醉。三亚的沙滩如细腻的白沙，洁净而温暖。碧海蓝天下，沙滩延绵，温暖的海风轻抚着您的脸庞，带来一股宁静与放松。海岛如一个个翡翠，散落在蓝海之中。热带的植被郁郁葱葱，珊瑚礁群如童话般美丽。潜入海底的世界，您将发现五光十色的海洋生物，如同大自然的珍宝。三亚不仅仅是一个度假胜地，更是灵魂的避风港。在这里，您可以尽情享受热带天堂的美丽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温暖的阳光，蔚蓝的海水，让您感受到生命的轻盈与自由。现在，请跟我们一起前往三亚。蜈支洲岛旅游风景区堪称中国独一无二的宝藏，位于三亚湾怀抱之中。这块被誉为天下第一福地的热带海岛，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游客。无论是潜水者的天堂、宜人的自然美景，还是丰富的海洋生态，蜈支洲岛都以其独特的瑰宝为游客呈现出一个别样的天堂。作为中国第一潜水基地，蜈支洲岛引领您进入神秘的海底世界。碧海蓝天之下，五彩斑斓的珊瑚、热带鱼的群舞，构成了令人陶醉的水下奇观。您可以与海洋生物近距离亲近，感受大海的宁静与生机。蜈支洲岛不仅是潜水者的天堂，更是大自然的摇篮。原始的热带风光、金色的沙滩、碧绿的海水，都让您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。岛上的景色如画，海风拂面，是放松心灵的绝佳去处。无论您是寻求潜水的刺激，还是享受自然的宁静，蜈支洲岛都将以其独特的魅力带您进入一个如诗如画的世界。南山文化旅游区如一座文化的明珠，矗立在蜈支洲岛的海岸线上。这片以佛教文化为核心的圣地，拥有壮丽的自然美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。踏入南山，仿佛进入一处宁静的禅意世界，心灵在大自然和人文的交融中寻求净化。南山的山川苍翠葱茏，宛如一幅山水画，翠绿的树林、碧蓝的天空交相辉映。108米高的南山海上观音矗立于大海之中，向人们传递着慈悲与祥和的讯息。站在高处，您可以俯瞰山海的壮丽，感受大自然的伟力。这里是佛教文化的殿堂，寺庙与塔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腰，古朴的建筑风格、金色的佛像都让您感受到一种宗教的庄严和人文的情感。在这里，您可以领略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，感受到内心的宁静与启发。南山不仅是自然之美，更是人文之宝。在这里，大自然与文化相互交融，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。无论您是在寻求心灵的宁静，还是在追寻人文的情感，南山都会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您带来一段充满内涵的旅程。分界洲岛如一块隐秘的宝石，镶嵌在三亚湾的怀抱中。这片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的热带岛屿，拥有宛如仙境的自然景色和与世隔绝的宁静。踏足分界洲岛，仿佛进入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秘境，心灵在大自然的抚慰中沉醉。分界洲岛的沙滩如洁白的细沙，柔软温暖，蓝色的海水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
轻拍着沙滩，带来宁静与悠然。在这里，您可以尽情享受海滩漫步，感受大自然的恩赐。分界洲岛远离尘嚣，是一片原生态的乐园。这里拥有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，水下的世界犹如童话般美丽。潜入海底，您会发现五光十色的珊瑚群、热带鱼群在珊瑚林中嬉戏，让您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多彩。分界洲岛不仅是自然的宝库，更是探险的天堂。无论您是在寻求冒险的刺激，还是在享受自然的宁静，分界洲岛都将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您带来一段别样的旅程。亚龙湾宛如大自然的心灵绿洲，坐落在蜈支洲岛的怀抱之中。这片被誉为天下第一湾的天然海湾，以其独特的风貌和迷人之处吸引着众多游客。在亚龙湾的沙滩上，细腻如蓬松的白色绒毯，海水的湛蓝与沙滩的金黄相得益彰。站在沙滩上，清澈的海水轻拍着脚底，海浪的歌声如诗如画。您可以尽情享受阳光，漫步于沙滩，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宜人。亚龙湾作为一个自然生态的宝库，蕴藏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。水下的世界五光十色，珊瑚群落犹如海底花园，热带鱼儿穿梭其中，让您身临其境地感受海洋的神秘之美。湾区的景色宛如画卷，葱翠的植被与湛蓝的海水相映成趣。在这片宁静之中，您会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平衡，远离尘嚣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亚龙湾是自然的赐予，独特之美。不论您寻求休闲的慵懒，还是追逐大自然的壮丽，亚龙湾都将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您带来一段如诗如画的旅程。天涯海角如一颗浪漫的明珠，镶嵌在三亚的海岸线上。这片被誉为天涯之外的浪漫圣地，拥有壮阔的海景和令人神往的远方。踏足天涯海角，仿佛走进了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世界，心灵在海风中飘荡。天涯的海岸线曲折如情感的轨迹，蓝色的海水与蔚蓝的天空相融，交织出一幅梦幻的画面。站在这片边界之地，您可以俯瞰远处的海平线，感受到大海的无垠和宇宙的浩瀚。这里是浪漫的象征，也是爱情的见证。情侣的世界有着情人谷的美丽传说，让每对恋人都能在这里共享浪漫的时光。在这片浪漫之地，您可以放飞心情，写下爱情的誓言。天涯海角不仅是海的尽头，更是梦想的起点。在这里，您可以感受到浪漫的氛围，追逐着遥远的梦想。无论您是在寻找浪漫的回忆，还是在追逐远方的希望，天涯海角都会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您描绘出一段美丽的故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三亚的一些必去景点的介绍，不知道哪个是您迫不及待想到达的目的地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。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，欢迎点赞加订阅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